刚我们有实际看过这台车的那个一些细节，然后现在我们要来个人化一下，帮这个车改帅一点，尾翼吧。好啦，我觉得大家都喜欢装尾翼吧，我们来装个尾翼吧。依照好看度的话，我觉得最后面这个最好看了，就买这个吧。然后我们再改一下它这个其他的地方。哦，它这个每个材质都不一样啊。哦，碳纤维好像更好看嘞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好看多了。我靠，还是我要这个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好了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就你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就是好飘啊！下雨天也是挺好飘的。再补一飘，你要把那个弯甩太死了。你看，基本上全程油门踩的，没有放的，这速度就是可以哦。这样放一下，感觉太快了。这边尽量我们贴左边这边一百多个弯，你这边的话右边角度就会大一点。稍微拉一下过来。哦，这台车这样改，哦，惊吓吓嘞！这边墙壁一下，再补一标。哎，真的，这台车最棒的地方是不会锁胎。我刚刚那个低速档这样子，后面估计其他车就锁爆了。我再拉个红标进来，因为这边太滑了，感觉拉个红标也不慢。可以哦，你知道这个角度稍微转出来。基本上油门是不用放的，全程绿飘出弯。三台梅赛德斯配一台盖拉多，出发！看看我这个直线，辛苦辛苦，但我感觉甩太用力了。哇，回到草皮去了。切个西瓜，刚好。哇，好大哦，这个急弯。是一个哇超大的左弯，哦，这张是两圈土啊，是吗？还一圈，这个弯我感觉可以用小飘过来试一下，不行，太快了。我想说看能不能轻飘过去的，但是会突然爆红色。往这边切过来。OK， 然后，哎呦，轻飘，这边好难甩，我想一下怎么甩比较好。这边是一个急弯上来，应该是凹红飘比较好。我们这边切边边，再切一次好了。OK， 新土哎。蛮大的一张赛道这种赛道最怕什么，你冲太快去踩朝去那个踩旁边那个橡树的地方。但有前一百啊，这边一样，切一个内线。哦，转的超快的。哎，这样刚好跑步。我感觉甩这个可以甩用力一点，没关系，它非常稳。
非常的稳啊。接着，我有这样放下，速度还是太快了。来补一飘，稍微消到。这个好像是往右甩的，对，所以这边要拉到中间再切进来，不然的话你这个弯会很痛苦、哦。然后这边130多出弯。过来，换左边，啊，右边，好，太早了，再补一票，直走，最后是右甩，没问题。可惜我们真的歪掉啊，都歪到极限组的阿哭啦，可恶！比较可惜的地方，哎，这个转红票也是很快的。可以哦，我喜欢它这种手感很稳定，它不会锁胎，我觉得就很棒。因为有一些车。你玩一玩，他那个真的锁爆，锁到你会痛苦的要死。我要故意保持这个绿飘上来，轨道车，但马力好像不太行。我们在马力还没有升一起舞，马力有限。哇，甩过头。感觉速度的话，应该稍微小飘就好。贴左弯，这一步甩，好，这边开始全速下来，利用重力加速度跑法，这个弯先不用。重力加速度跑法。感觉双甩要再早一点，他屁股比较没有那么快转过来。哎呦，嘟嘟好、哦，嘟嘟好香肠，收工，还有1秒8。哎，我这个差三抽哎、欸，我把它补上去好了，我把它补上去哦，我们来抽一下，看可以抽什么车。补个，我们补个两抽来抽运动组的车哦。我看看运动组有什么车。车展积分，如果可以中个30就好了。好啦，技能组好像没有我想要的，除了 Roma 吧。极限组 GTO 太遥远，要240。抽个 EVO 吧，补个两抽。来咯，我来看看，我从来没有过这个，被我之前灌到120了，我来看一下可以拿到什么。谢谢 Mini Cooper， 谢谢哦。可恶啊，怎么中到这个运动组的？Mini Cooper 啊，我觉得其他车好像都比较好哎、欸，哎，可惜了，天哪！然后就对应了，只是有没有下雨而已。我这样第9名哦、喔，这样是什么、啊？我看一下，可能要不然就晚一点甩。再外侧一点呢、啊？对啊，这样子的角度应该是一定过的。我感觉我甩这一下好掉速哦。
哦、我拉的比他正，我拉的比他正。仿佛想到藤原拓海了，内线还是外线？内线外线，干是马力不够啊！四九了，但是马力不够啊！哎、欸，刷掉哎、欸，送了，刚好刷掉。